曾经有一个小姨夫，不乐和诺玉却发现有毒，身上没有钱只是买礼物送给他最爱的人，希望得到一个吻。他说妈让我去读书，但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，哦哦，爱他却没法去守护。他一说好了要付出，可是真的没人给他诉苦，一人就是生活真的朴素，一生不怕出身体玩着高楼不停机，为此为什么还冷酷，问题他怎么能够不发怒，哦哦，浪费了青春在领悟。他嘴里哼着怎么办，我还是忘了你的脸，不知道过多久才能再瞬间，你现在我心里有谁的火焰，谁说在那个里都会突破每一天。他嘴里哼怎么富有从容计划落空，在这里躺着。